大家好，来，各位观众，理论上哦，老爹的剑拔争夺战应该要很强才对，因为我培养的角色超级多、哦，可是这个重达哦，却归在第一名哦，而且他的这个战力啊，真的不高，他的阵容好强啊，所以老爹决定给他配一个一模一样、有血有样的阵容。那等一下是什么阵容，再展示给各位看。开始之前，来，先把资源用一下。哦，对应的等级。来，我的这个圣诞锦上哦，可以七星啊，来。直升骑行没问题，这样应该有新的羁绊。启用所有 OK， 吃鸡应该没问题了。然后这边也 OK，再来升星我们的，我不知道要先用白斋还是先用那个，还是要先用这个露琪亚、哦、很犹豫哦。好，来，这个已经满觉醒了，好吧，就只好先这样了。这个觉醒石真的不足哦，精华啦，精华真的不足哦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哦。然后队伍，十个万能碎片还不赖。这边我们看一下什么可以升的。哦，这么多，其实我的速度很尴尬、啊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就是拼不赢剑神啊，拼得赢剑神的话我就其实就玩菜刀队就好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就是拼不赢他、啊、导致我还要练坦克队、啊、如果没有剑神的话我可能全部玩菜刀流就够了，为了一个剑神我必须再玩一个肉盾流来对付他，实在是太强了，这个剑神的速度实在太高了。OK， 把它升到黄色的，那这一只我们也一口气把它拉上来，我这个礼物根本就懒得换了，反正怎么样也不会比剑神快啦，啊，也不会比别人慢啊，就一直是输给剑神而已哦。好，莫逆之交，直升二十。哇，好，先手值30476。来，让各位看一下剑八争夺战，到底这个重打的阵容有多强。他的阵容战力才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390万而已，长期霸占第一名。那我刚刚给他换了一个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哦。可是这边没有一模一样哦，因为这只跟这只我没什么练，我换掉两只而已，换掉两只影响应该不大啦，应该是影响不大啦，我猜的啦，应该是吧。这只要不要换庆典一户啊？好，这样子，好，试试看。不得不说，剑八争夺战这个重达的阵容真的配得很漂亮。好，龙仙药一个暴击，再来牛头一户，320万。哎呦，可以哦，可以哦，可以哦。啊，这一只
哇，好像很强哎，看起来不怎么样的阵容，哎，搭配起来还不错哎。好，再来第二场，白哉优先开的大招，再来三个大西瓜，350万。好，没问题。换对面进攻了。这一支，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大招，哎，第一次看到。好，再来，对面的白哉。哇哦，930万哎，不过我的花姐刚好挂掉了。哦，仲达这个阵容好强啊！我可以直接逆转呢、欸！我在刚刚之前打他都是怎么打都打不赢的、啊，现在直接变轻松打哎、欸！哎、欸，你们可以抄一下这个阵容，好强哎、欸！好，再来，老爹的白哉，700万，他那两只不保了，那两只不保了，直接炸掉。看来是赢的啦，他只剩两只哦，剩两只怎么输啊？哎，他那个怎么那么硬啊？他那一只怎么那么硬啊？好，不过应该没关系啦，这个怎么看我们都是赢定的、哦。在硬哪一国的、啊？哦，还是被我们白哉打掉了。好，看来是轻轻松松啦。这一只真的硬欸，结束比赛，这赢了啦，这一只怎么打也撑不住的，不过也太硬了吧，这一只啊，这个硬的不科学啊。哦，可以，好，干掉了，没问题。然后第三场有学有样，一模一样，哇，这一队可能会打很久哦。这一队真的会打很久哦，坦克对坦克，应该基本上是赢定了。没关系，已经2-0了，这把就跳过。我们试试看用正打的阵容去打别人。哎，为什么我输啊？双方阵容都活着，但是判定我输哦。好，不管，我们用这个阵容去挑战其他人，来个剑神或者是苏大，哦，比较有战力的。测试这个阵容到底行不行？好，剑神战力450万，来，Let's go， 这样才能证明我们这个阵容到底是强还是不强哦。因为剑神的速度比我快了，比较准。好，来，靠腰好像不行哎、欸。哇，现在被灭团了，靠腰被灭团了，剩四只搞屁啊，我觉得好像不行哎，第一队要输了，这个剑神实在太夸张了，我每一只都中状态了，这把输掉了。好，第一场输了，看看第二场，速度输给人家真的没办法、啊。哎，我的白哉，靠腰，我的白哉挂掉了。哇，这样子应该打不赢的吧？怎么打、啊？只剩两只搞毛啊！哇，看来仲达这个阵容好像不太适合我哎、欸，两只坦克有办法打六只？打六只菜刀吗？哎，好像有机会哦。菜刀很软皮哦，试试看，试试看，看能不能直接炸掉。哇哦，这伤害不行哎，这伤害不行哎。哇，连他的东仙腰都带不走哦。
啊，这把输了啦。我看连第三场都要输啦。好，不会哦，第三场会赢哦。第三场应该会赢，第三场应该会赢。来跳过。好，第三场果然是赢了。我认为我的第二场，我的第二队可以做调整。我认为我的第二队是可以做调整的，应该是打得赢剑神的。第二队我们稍微改一下阵容。靠腰，好了，苏大也很强。第二队我觉得我要稍微调整一下，这个庆典一户要拔掉，我觉得不太适合放在这个阵容。庆典一户我们把它换成尼禄好了，好，我觉得换尼禄比较适合。好，我们就这样子放，我们就这样子放看看。这一只是白虎角，好来。我们稍作修正了。第一场就不看了，没有什么变动。哇，第一场又输了。好，第二场应该是能赢的吧。好，我们的白哉650万。对面小屋带了6个蓝帕，感觉我是撑得住的，哦，完全撑得住，对面完全拿我没有皮条，哦，只要撑住泥路他就输掉了。好，轻轻松松，果然赢了。第三队我觉得他那队完全没办法跟我打。好了，我觉得我这样子改应该比原本那样更强哦，好不好？各位有更好的看法，欢迎留言告诉老爹。那么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果然赢了。